近日，有网友拍到 Baby 带着小海绵赶飞机。32岁的 Baby 身穿白色露脐装，蚂蚁腰非常抢镜。他一路小跑着打电话，身后小海绵拉着行李箱狂追。Baby 还时不时停下脚步等待身后的小海绵。网友看后评论：“他怎么放心让儿子一个人跟在后面跑？”偶遇的网友解释说：“有保姆陪同。”2017年 ，Baby 生下儿子小海绵，他对儿子非常疼爱，经常被拍到带着小海绵出门游玩。前不久还被拍到与黄晓明罕见同时现身，夫妻俩一同带儿子去医院检查。Baby 一直把儿子抱在怀里，黄晓明也贴心的陪伴在旁边。他工作如此繁忙，也不忘带着儿子出游，着实是母爱爆棚。希望小海绵健康成长 ，Baby 的事业也能有着更好的发展。